游客开心来到望海巷码头，一个一个接力上船。好，请大家把救生衣穿起来哦。别急别急，救生衣一人一套。全身都解了。船长一声下令，准备出发。白色船身，黑色船底，随着海浪律动，乘风破浪，前往基隆外海。方舟一号六月起航，正式肩负起东北角海洋教育任务。它其实小小的，一群一群，很快就游过去了。现在又比较深了，所以有点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哦。透过船舱内的海底视窗，海底下数十种珊瑚、各种鱼类都可以看得到，甚至运气好还可以与海龟相见。热带鱼啊，还有那个海龟啊，我觉得我们台湾是海洋国家，我们国民啊从小应该就多接触海洋啊。就是小孩子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平常你如果说去水族馆的话，只是看在鱼缸里面的，跟在船上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因为像绿岛的话也有这一种的船，所以说就不用跑绿岛跟那个小琉球了。我们一出去的时候，因为望海巷鱼缸它的水深比较浅，大概4-5米，那我们其实在礁岩上可以观察到很多的海洋生物，像是霓虹雀鲷、河豚，甚至还有一些珊瑚、海参、海胆等等的。那就是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会主要是以观景窗来观察海底的生态。潮境方舟一号长12.8公尺，宽3.6公尺，水下能见度6公尺，历经10个小时，从高雄开船到基隆。由于船身采玻璃纤维来减轻船舶的重量。那其实这艘探索船，我们是用跟美国合作 S-CRIMP 的一个最新的技术。那它这个技术到底用在这艘船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它强度增加；第二个，它重量减轻。然后，所以它这艘船是很节能的。那除此之外，这艘船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带领我们所有的民众，能够在我们的富裕海湾进行大概6公尺以内的这个潜水，看到这样的一个潜水的一个生态。那经由这个亲自的观察，那以及做这个海水的一个收集。那除了我们在讲终身教育可以用这个观察教育这边去落实之外，也把这个数据的收集跟国际的 NOVA 跟这个国际的所有海后的这些气候能够接轨。方舟一号是台湾博物馆界特别量身打造一艘研究船之外，由一位年仅24岁的女船长简如婷亲自掌舵。曾经服务于海军志愿役4年，如今退伍之后投入海洋教育事业。我热爱海洋，那海洋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那我自己就是对海洋有个很大的憧憬，这样也希望我自己能用自己的毕生就是热爱海洋，然后去保护海洋这样子。当游客看到很清澈的海底或者是这些海洋资源的时候，他们很开心。那我看到他们的快乐，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一定要把船开得更好。每天只有4个航次，船上都有配有导览员。方舟一号不只是研究船，它还肩负了海洋教育更深远的意义。我们一般都从陆上看海上，比较少从海上看陆上。那从这个海上看陆上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的前世今生。好，因为它一开始原本是很漂亮的礁岩海岸，那后来盖了垃圾处理垃圾掩埋场跟水肥处理厂，后来又变成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园。那这其实一整个演变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我们人跟海洋互动的过程。我们喜欢海洋，想要亲近海洋，但是我们对海洋有很多的畏惧，很多的可能不是这么好的利用方式。所以你会看到垃圾掩埋场的遗迹，看到很多的消波块。潮境方舟一号正式起航，不仅带着游客开心出航，将为台湾海洋立国落实真正的海洋教育。记者黄绍明，基隆报道。